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，那么上海城市的中心点在啥地方呢？南京西路国际饭店大堂里有上海城市坐标原点。大家晓得要精确测绘地图，首先要建立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统， X 轴和 Y 轴的交点叫原点。上海的坐标原点就设了国际饭店，这一点相当于上海的肚皮眼。我小辰光唱过一首童谣，小阿飞小流氓，国际饭店去吃饭，没钞票滚他娘个蛋，廿四层楼掼下来。实际上国际饭店有两层是地下室，地面是廿二层，高83.8米。1934年建成以后，一直是上海的第一高楼，直到1983年，上海宾馆再以91.5米打破纪录。人民广场当中，不要以为这一块是阴沟盖头，这是上海公路零公里标记，上海所有的国道侪是从搿点出发的。比方318国道从上海出发，经过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湖北、重庆、四川，到达西藏。交关运动旅游爱好者搭脚踏车到西藏去，出发之前总要到搿块标记来拍照留念。我也来一次，步行到西藏去，黄陂路追到延安路，一路向西，辣辣青浦境内318国道叫武清平公路，搿搭距离人民广场已经51公里了。到青浦西城了，再往前头就是江苏，再往前头走200天，就到西藏热拉木中尼友谊桥，桥当中有根线，搿就是318国道的终点，距离人民广场搿块街头5476公里。上海的快速道路基本框架是三个园区加一个十字，十字的交点就是延安路成都路口龙池。传说搿根石头建造的辰光，桩头打磨下去，后来请了一个道士来看风水。伊讲下面有条龙脉，道士做法事破脱龙脉以后，桩头再打下去。传说勿必当真，但是搿根石头确实是上海唯一一根精装修的高架石头，外面包有不锈钢的蒙皮，上面镶了金颜色的龙，象征着上海龙腾万里、十月同辉的精神风貌。外滩海关大楼楼顶旗杆坐标是东经121度29分0.02秒，北纬31度14分20.38秒，是最早设定的上海地理中心。看过电影《39级台阶》的观众，侪记得伦敦大本钟，刘志国为了阻止定时炸弹爆炸，辣辣高空拉牢大钟的指针。外滩大钟和大本钟是同一家厂制造的，最早敲的就是大本钟的威斯敏斯特的保时曲，后来钟声几经反复。2003年起，再次敲响东方红，外滩钟声见证了上海近百年的历史风云。外滩大钟对岸陆家嘴最高楼，名字直接就叫上海中心。上海中心高632米，相当于7.5个国际饭店，中国第一，世界第二。2014年，中心围了建造当中，两个俄罗斯人非法爬到楼顶，并且拿视频发到网上。上海中心特指旁边的两幢高楼，被合并称为陆家嘴三件套，搿搭是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变化最大的地方。大家侪学过旧建物中心，比方讲原的建物中心是圆形，三角形是国平分线的交点，上海的图形是不规则的。为了计划纠正，崇明就不算了，拿上海纳入外接矩形，替两条对角线，交点就是新庄，得益于上海第一条地铁开通。新庄是最早发展起来的上海卫星城，使用日新月异。新庄立交桥号称亚洲最大，上下四层，廿根匝道连接吴明、吴坤、外环、新风景，汽车开上去导航会得失灵的。新庄办公楼造型像美国国徽，豪华又气派。大新庄不愧为上海建物中心。世纪大道地铁站有个特点，就是每天进出的客流不算太多，但是站内换乘的客流每天有30几万，大大超过人民广场。因为搿个站头有四条地铁线路交汇，形成了米字形的换乘枢纽的中心。上海地铁营运里程700多公里，世界第一。上面我拍摄的其中三个地点，东到世纪大道，西到武清平公路，南到新庄，来回圈子有100多公里。我买了一张通票，一天内乘地铁完成拍摄。